好啦，那就要处罚啦。哎呦，这幅画面哦，你看多感人，是不是？我也要来根烟吗？不开心。我不用，给他好了，给他好了。那个，你得意的。小琪，你相信人世间有盖棉被纯聊天这件事吗？我相信。你相信？真的？嗯，不没有吗？没有。有，你是对的，我家可以聊聊天。我家有棉被。我今天晚上有空。好，我讲太阳花，太阳花。这样椅子都用这样子，像盖棉被纯聊天。如果把这个拿掉，会变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变怎么样？来博彦，你做开车的姿势，你看像不像开法拉利载妹在我？红色跑车。对呀、啊，那就准备啦。总共六跟六十秒，那一人分配好三十秒，我们呢一个一个来。好，那先从女生开始。好，来来就位就位。专攻小喜鹊。好，注意哦，一般人。脚底板会往下压，一定要把它搬回来。好，搬回来。来，小琪先搔痒，时间三十秒 ，Go！ 我觉得这是很习惯的。太痒了，大爆炸！你这么多，这样子的好有力哦。哇塞，你跟我讲怎么？指头缝，这样。我好怕他那只脚踹你。其实啊，前十秒最痒，后面呢会慢慢习惯。习惯。你现在弄到大腿，他就没有碰过。对啊。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你会痒吗？对不对？别咬。